大家好，我是米兰达。有没有感觉今天我不一样呢？今天我穿的马来装，因为现在我要参加一个马来人的婚礼，这是我在这边第一次参加马来人的婚礼，然后也很好奇什么样，那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参加婚礼啦，耶耶！您穿的是中式服，我穿的是马来服。给你们看看今天的耳环也特别的好看，有没有？然后这个衣服也很搭吧。Turn left， 先走来的应该是。喂，这边比较干蹦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当地的这个礼堂办。这属于干蹦礼堂吗？干蹦礼。我们送他的礼物，员工们一起出钱买了一个大烤箱。这是他们的礼品区，然后拍照区，衣服、鞋子、手表、礼物之类的，还有他们的蛋糕啊。我要吃这个彩色的米饭，叫做纳斯伊夫江巴纳斯。那边还有什么圈？马来菜很干滑，我喜欢吃它的辣椒，还有它的那个青瓜。那青瓜腌的很够味。不要担心，还是咸鱼。要。不要打鱼头啊，打鱼头。好，那咸鱼。一点点的，好。快呀、啊。咸呢？海参呢？不咸不加咸鱼。哇，很咸啊。咸鱼。哇，很咸哎。不可以，很咸啊。很咸的。青瓜好吃，我喜欢吃它的青瓜。好开心啊。今天学到一个新的东西，叫做那西湖酱巴纳斯，好吃好吃。三八和这辣椒酱是要三八是吧？三八和青瓜。
自助餐还有什么？你在做什么？家里面啊，爸，爸是黄面，黄面。昨天还有个茶口哎，直接拿是吗？直接拿，拿几克啊？这是粽子吗？啊，拿几克？我也是，我也是一样的。这个茶口，这个也是茶口，这鸡蛋搞一个。哇，这个是马来糕啊，斑斓糕，斑斓斑斓，我都闻到斑斓味道了。要啥吗？尝尝这个马来茶果啊，它是用树叶包的，我好像用树叶哦。马来糕点，马来糕点，然后用订书器订的，里面就是糯米喽。酒味儿，醪糟，就是咱们那个醪糟汤里边那个醪糟，味道还行。刘一小狗狗子，很奇特啊！刘一小狗，醪糟，他们叫什么？笨蛋。卡拉皮特，阿德德罗尼亚阿巴马索，阿德德罗。Tak tahu masuk ke kampus. Kawin bagi telur gitu. Kalau gitu lah. Mungkin dulu lomba kawin. Beranak lah dulu. Kan ke dalam bau ni. Ada satu餐具盒. Lalu satu 饮料. Ada orang yang suka. Satu 大饼. 大蛋糕饼. 花花的形状. 然后还有什么?毛巾，还有糖果，还有一个指甲钳，指甲钳的套装。然后这是他们的礼盒，伴手礼，马来人的伴手礼，还有最重要的这鸡蛋。今天跟你们分享了马来人的婚礼，是不是很有意思？和我们华人的婚礼有一些相同，有不同吧。然后呢，我感觉十二月是个好月份啊，因为很多朋友结婚在这个月，我们这个月都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结婚的请帖。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喽，欢迎点赞留言告诉我们下期见，拜拜。